波哥波哥，波哥波可是这样哥，看广告也有那个吗？哎，不对看啊，这广样直告播有。记录的话，不是啊，就是我们在直播之间也不能有歌啊，直播之间，对啊，因为哦，这样用对手机啊，看的不能看到啊。那你就，你还是别播吧，导播，不版权音乐。对，啊，这首啦，好大声，要怎么循环呢、右啊？键，哎，右键呢？我也知道啊，不是啦，我直接从我的音乐库里面找啦。哦，找不到，你的音乐库是什么？什么 POT Play 什么的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播那个放是软体啦。POT Play 是内建的吗？那就你要问晴儿他爸、啊。好神秘呀、啊！你截图给我看。嗯，多问题呀、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歌没有的话提醒我，这样就好了。歌没有你，音乐没有的话提醒我，你好歹也贴个名字嘛。什么？啊，就跟你讲了啊。对啦，Part player。有一些无版权的歌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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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啦，可以了，开始玩，来录。怎么就我问最多？你光小，好啦，我开台是因为我要再收集多一点东西，然后扩大一点，啊，不影响那个 LBO 声啊，不影响生存，我有点卡欸。先播歌，等一下哦，关好掉。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是哦，真顺的一点，真的顺一好点。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8个月感谢了订阅，，OVO 不知不觉是要夜三猫。季了。什么3G？哦，9个月哦，感谢续订，感谢小几点，边睡边看台，去睡啊！边睡边看哎、欸，台。干，我真的觉得很气耶，我的鲨鱼头就这样没有了，哎，有去看吗？有看吗？有看吗？今天有看吗？你不止一头没了，我连一吃堆的都屎。没了，气死我了！你是原本想说你踢爆它会爆出来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以为他。等一下，这一次的鲨鱼都很凶。我想说，皮宝那个箱子会留在上面，就跟麦块一样。你都飘在上面吗？对啊，这告诉我们，这游戏不是麦块。是啊，有看，我就是快气死了。哎、欸，这次鲨鱼真的好凶兄哦。弟，噔噔噔噔噔，你看有没有这样盖，效率好多了。那、啊、再來就是我们要去找个岛屿，采一些铁矿、矿物啦。然后我们要把那个熔炉做起来，再来增建一下。
等一下哦。啊，来吧。木头不够。没有木头。我那时候鲨鱼在咬的话的时候，我应该马上冲过来先捡东西哈，让它咬坏了。对啊，你应该先捡东西的。啊，就在急的时候哈。嘟嘟嘟嘟嘟。哦、我的床还没放。床？嗯、啊。对，楼下好了。等车回家。车回家，好哦，你不要在车上又偷笑哦。你上次不是给我看直播，看到那个等车等到笑，这样不好啊。我不知道啊，人家可能在车上会觉得他神经病啊，为了他好哎。晚上好。晚安哦。其实我在想，下雨天是不是可以不用浇水？你那边有声音？你不要按扩音。你可以研究一下地板。那你可以不要按扩音吗？有点难，因为我手机现在没电。就你最多问题，对不对，小鱼？你是说小鱼问题很多吗？你啦，嗯。噔噔噔噔，晚上好，鲨鱼。对啊，播大一点啊。鲨鱼，鲨鱼，随着浪而去。你要背？好、哦，夕阳哎、欸。上好啊！你现在才看到夕阳吗？对啊，现在才看到夕阳、我这边月亮都出来了、欸、哇塞，看来我们还是有时差。你还在西班牙、啊、你才在西班牙。我是在西班牙，你看我的作息。你的时区在西班牙。我的生理时钟在西班牙。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怎样啦？我递过去的时候，记得那个多照顾一下他。可以啊，加订阅我啊。远方有岛没有啦？那个是船，这个就不用剪了。这个让他自己给他勾，你看，咚咚，赞哦，赞哦。而且我想要。之后想要剪音效，就是他放好东西之后都会比个赞，然后我就会说赞哦。你剪啊，很可爱耶。很累，我这样录影，你看我第二集录了30分钟，第三集录了快一小时，第四集就是今天这一集录了也是30多，欸，快40分钟。哦。啊，录完之后，剪完之后也大概八点九点了。然后那时候我家的温度已经开始升起来了。开始，太阳公公开始看着你了。对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你看多棒啊，多棒啊，哇！金光光，金光光。好了，去扣件。哦，我才想说鲨鱼嘞！哎呀，给我投！他身上伤还不够多，所以不会有投。哎、欸，所以鲨鱼还有分那个、哦？啊？伤多的还是伤少的？那、啊、你就一直攻击他，他就会受伤啊、哦。所以他还没死吧？
还没死啊。刚打那一只。还没啊，它是新的。来来来，开放帮鲨鱼。你断麦。说开放帮鲨鱼命名。麦快，一盖一个东西要录一两个小时哦。对啦，也是吼。云月啊，你现在人是在那个吗？家里吗？你不是说今天要回那个礼拜日要回家里？去死，没中。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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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哦吼，那边有那个鲨鱼来了，有石头，有石头，我们滑过去吧。我看到你被鲨鱼咬了。我觉得我到后面就不怕鲨鱼了，直接冲下去跟他干了。在家里，明天要露营。对啊，他明天要较早。哦。要去军中生存。我刚好像讲成露营。哦，这样子云月会被抓去关哦，唔通哦。来，我们滑下那里。钓招都几天啊？有五天啊，有六天，通常都是五天到四天啊。来来来，要先研铁制矛吗？我就是没有铁啊！要滑去哪里？滑去岛上，里里呀、啊。有一天的，有什么？没有，他说教招有一天的。哦，有一天的，那是干嘛的啊？打卡的、哦。打卡。这现在这个音乐太嗨了吧！天哪，等一下啦，我们要战斗啦。一天的叫做点招，那隐约的是什么的、啊？教招啊。所以教招是五天的或六天。你看他要这。哎、欸，可以哎，不要好，我们做这个，我们做这个啊，要木板，有吧？点名扫地，我的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要来做钓竿，我来喽，我要走喽。啊，钓个鱼，然后就可以下去了。这个 BGM 好适合鲨鱼，我的妈！玩水好啊，怎么不脱泡一下？我们要把这只鲨鱼继续打到玻璃心。那一只要叫阿贝，就算延期，他们还是会对啊，还是会记哦。我一个朋友，以前的同事啦，他已经叫招三次了，他比我小。那他还跟公司请假，那公司还说那要扣他的假。我说不行吧，这是国家的东西耶，为什么要扣他的假之类的？瀑布呢？瀑布在楼下乘凉。嗯，楼上不行，楼上现在是完全关灯状态，就是我的日光灯就是坏掉了，我请我爸帮我修，他说好，有空再修。哦，他快死了。
布布。